没看到护士姐姐，哎、欸，我都没注意到了。这个游戏多少钱哦？PC 版应该会比较便宜吧？没看报纸啊？对呀，报纸忘记了。好吧，算了，已经回不去了。Do you think Kidman is okay? I don't like that they used her as bait.Almost like someone's toying with us. 哎、欸，你该不会又要变身了吧 ？Hang in there, just a little further. 家伙有点碍眼。过来这边是想唬谁啊？哎呦，这是神父吗 ？There are only two. We can take them. No, that's not. 哎，你急什么啊？哦，陷阱！你看看你，坠雷队友，非他莫属。哦哦，这雷到要把自己命给赔进去吗？看这节奏是要送上断头台啦！哎、欸，醒醒啊！别装死，我知道你还活着。你还给我装死！讲什么话？哦 ！What the hell?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t's better this way. What the fuck? 原来早就想不开了吗？真的想不开，有种就直接跳下去，不要浪费我的子弹啊！少年啊，你还有大好前程，你还那么年轻，何必呢？又一堆来凑热闹的。Let's go。这边那个眼镜哥要开门，我们要帮他争取时间。吼吼吼！神闪避。刚刚不是有掉个那个经验吗？怎么不见？好像被刷掉了。这边的目的也不是要杀人啊，就单纯争取时间，不要让他们干扰乔瑟夫。哎，没倒。最后一只，我跟你绕吧。哦，开了开了。
Joseph, are you all right? I. Yeah. 这个回答很不肯定，有点不放心啊。再让这种家伙继续跟着我们，没问题吗？哦，打了这么多个才掉一个零件给我，有点小气。This looks like some kind of a marketplace. It looks deserted, just like everywhere else. We ought to keep moving. 乌鸦可以打毒的呀、啊，虐待小动物。可以打是可以打，但是没有什么东西会给你啊。都是经验品、欸、有鬼雷，这边补给好多呢，这是否代表后面有一场激战？我知道这个声音究竟是谁的声音呢？是鲁维克。The wretched, the vermin, the stern, all were taken in by that church. They were promised salvation and eternal life. But there's nothing they could promise that I couldn't take away. 这个声音其实就是那个瞬移哥的声音啊。这边还藏一个鲁维克，就是那个瞬移哥的声音，没错。这边东西给这么多，可是我一直到这边来还是没有遇到怪物，莫非是在打 BOSS 的节奏吗？还是单纯就是上一场战斗消耗玩家太多资源了，所以这边才给你一堆补给。他才不是妈祖啊，不要乱叫，妈祖娘娘会生气哦，你会遭天谴哦。又来又来了，我觉得还是离他远一点。这是他变身前的节奏啊。Where do you suppose we are? More like when? 没事。This architecture seems straight out of the Middle Ages. Yeah, but there's electricity, elevators. This place can't be real. It's like jumbled up memories. 该不会下一场 BOSS 就是眼镜哥你吧？这个地方是墓园，周围有数个坟墓。我现在不能用跑的，只能用走的。哇，这血都吐出来了。Shit, let's hide out in here for a minute.
Is this what it was like, Seb? After the accident? Well, I never put a gun to my head. No, of course not. Just quietly sank into a bottle. We can't all be perfect. It never affected my work. But hey, you read the IA report. You know I didn't report you because I was worried about your work, Sebastian. What else is there? 我们之间好像有过节的样子。 We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I need my partner here. I'm counting on you. 怎么突然变这么亮？ Maybe. It's all symbols. Wow. Some kind of cult. Could be useful. 哇，真的太亮了，我连什么符号都看不清楚。 I think I'm okay. We should probably get going. 应该只是这个场景而已啊，前面都还蛮正常的，这边突然变很亮。哎，我真的看不清楚有什么符号哎。 好吧，你自己慢慢抄笔记。我说乔瑟夫啊，争气点啊，不要当我拖油瓶。前面已经害我好几次了。怎么，你要跟我一起去吗？见美丽的护士姐姐，她可是我的镜中情人啊，只有我看得到而已。 啊，真不好意思啊，这边只有我能够进来而已。梦中的仙女啊，在哪里啊？开这个。哦，可惜。哎呦，满的，我的左轮。啊，这不是左轮，这是散弹。换上子弹，再带。 现在点数有多少个啊？应该不多吧，反正前不久才用过而已，1000多而已，那就不升级了。护士姐姐一个人感觉好像很孤单呢，要是觉得寂寞的话，可以随时 call 我。 尖叫声，这是那个吗？这个声音有点耳熟哎。还有枪声，是基曼吗？啊，果然，和那个病人。 Hey, that's Kidman. Who's that she's with? What I found. Seems to be in working condition. Go on ahead, I'll cover you. 掩护我啊！这个队友的 AI 不可信任啊，他是靠自己吧？打两发才打死，与其靠你，还不如靠我自己。 他是没有发现我吗？怎么就走掉了呢？这边可以不打，直接走掉。拜拜。
got near the path to the church. Keep going, I'll cover you. 哦，现在散弹子弹超多的。诶，先把那个手雷给切换出来，切换到乐界。哦，巨人呢？哈哈哈，少侠好臂力。这边不用怕，走正面。 因为后面没有退路啊，然后躲这边啊，那么巨大，这个地方很狭小，它进不来。哎呦，还有另外一只呢，这边不止一只巨人，有两只。然后他们就会被眼镜哥吸引走，趁这个时候丢手雷。啊，都没有反应啊，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炸到。 放弃哎，过去，眼镜哥在召唤你啊！哦，那个乔瑟夫真的有够雷的，就光在那边发呆而已啊！你好歹帮我打一下，炸到一个！哎呦，没扔好。 有效啦，不可能没效，只是他们没有反应，你看不出来。哎、欸，有了，有一个倒了，有一个倒地的，我要去接火烧的。哎呀，来不及，来不及了，刚刚角度实在是没看到，没关系啊。拿下杠打吧。他冲锋了，他冲锋了。 你当你是斗牛啊？哎，来不及回去，他应该也快没血了，直接硬碰硬了，搞定啊，连烧都不用烧。Shit, a dead end. I'll look for another route. Let's meet up by the horse statue there. This way. 哇塞，3500哎！哦，不错不错，两只加起来就有7000了。这么多的经验看起来，所以这边也算是 BOSS 关卡喽。诶，有东西。他碎碎念哎。Wait,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a horse in that house back there. Let me see what I wrote. I guess we go down. I guess so. 难得塞巴斯蒂，可以帮我们吸引火力哦，还可以帮我们开机关。啊，有好一点的啊，前面那一关真太雷了。这个地方好容易迷路哦。 出来了，我还有钥匙吗？没有了，有12000多啦。嗯，升级什么好呢？我现在散弹枪子弹这么多，不如我们来升级散弹枪的攻击威力吧。
还有4700，4700留着吧。这样代表一张还没哦，这张还没结束呢。然后没东西，没有报纸，那可以离开了。哎，你怎么躺地上啊？旁边默默的观察着主角的睡容，还是在妄想塞巴斯汀的菊花呢？哎，哇，这怎么下来的？直接跳下来吗？啊，跟他跳下来的时候晕倒了吗？这高度看起来是蛮高的。哎，哦，还活着，还活着！果断补刀，送你升天啊！让你解脱，看我多仁慈啊！直接把你超度成佛了。哎，我什么事都没做，怎么好像触发到机关了？先不急着碰机关啊，这边还有一个钥匙可以拿，不过好像要等一下，因为这个错过就拿不到了。有啦，我看到了，在那个最后面那一个。眼镜哥呢？哦，他研究那个墙上的数字。他是怎么粘在上面的、啊？撕下来。好啦，接着就是解谜喽。他上面那个3597，然后357啊，不对，359是被划掉的，这个是提示。这个是几啊？这个是三，三已经强制被掉下来了，我们无法改变。所以由此可知，那个化掉就代表说要有东西压着。五，把它放下来吧。Make of this writing. Doesn't mean anything to me, should it? Hold on a second. I jotted something down earlier. 哎，你不要让我看，我刚刚看过了。Seems the sacrifices need to be lowered onto the proper altars. 然后再把这个漆给拉上去。这个地方真的好暗呢、啊。I heard something. 然后这个游戏的那个弓箭最大上限，现在拿这个是穿刺箭嘛？把穿刺箭切换出来。最大上限它写是4只，但其实可以多带一只啊，5只。它满的时候你要切换到那个剑种，你才可以拿，才可以再多带这一只。这样走过去就安全了。哎呀，又是这是什么、啊？里面有个奇怪的东西，这从外观看根本看不出来什么鬼东西啊！我已经完全，哎、欸，他进去了，
你确定要走这个？不过好像就是摆设而已嘛，不会突然复活咬我们之类的。这好像是很大型的什么虫哎、欸，寄生虫，超巨大型的。哎、欸，等一下，上面我没看过、欸，先绕一圈。怕有东西没捡到，好吧，没有东西。活着是吗？他头是在动吗？怎么感觉好像是什么怪物的制造地耶？他们拼拼凑凑。哦，这边是实验室耶，双胞胎孤儿。哎呀，听到怪物的声音了。这次会有什么来头呢？哎呦，被关起来了，而且还用铁链给拴住了。啊，这狗狗好像不得了哎，胃口真大。这狗狗没错吧？天哪，怎么被虐待成这个样子？真太可怜啦。这动保团体会抗议耶，表示谴责。他被绑住，然后又关着，应该不用担心他跑过来咬我吧？这边先把狙击枪切换，刀刃剑。哎，后面有东西吗？确认一下，这什么声音啊？我听到那个铁链被解开了吗？哎，牢笼还在。刚那个声音是铁链的声音，该不会它被放出来吧？虽然还被关着。Can you get it open?还没事，赶快离开这地方好了。这我开就好了，干嘛要你开啊？我一踹就开了。哎呀，果然我就知道。哇，本体，哇，本体没事就好。天哪，这狗怎么给丑成这个样子？刚刚切换成的狙击枪就是要来对付他的。啊，我的血有点少，补一下好了。这狙击枪就专门克他的。出来啊，别害羞。没打到。他冲出来瞬间只有一下下而已，在那个短时间内瞄到并且打到，有些难度的。打到了，嘿，这个狗狗的攻击模式很单纯啊。只要用狙枪打它，它就会翻车啊！这时候再补他几发散弹就 OK 了。
这样重复几次就可以搞定他了。害羞的狗狗，他很爱躲草丛。哎，你回去你的草丛啊，不要理我嘛。哎，乖乖乖。死了吗 ？Joseph， 哎，你是不是救错人啊？本体呢？我就说嘛，眼见才是本体啊，可是狗狗还没死呢，又复活了。先不用过去。哎，我怎么还是过去啊？算了，过来就过来，补一下血，想说先补一下血再过去。这边的话，你就可以有两种打法，一种就是躲着打。啊、不是躲着打，就直接躲着，直接去捡眼镜，然后离开，避免战斗、啊。另外一个就跟他单挑啦，赢了会有经验值。然后这个模式下，他的攻击模式就变得比较复杂，没有像刚刚那么简单。那话说狗狗呢？怎么消失了？我看他眼镜了，那个发光的就眼镜，要不要先去捡呢？哎，发现我了！冲啊！哎，你也太慢了吧！他早就发现我了，你才丢！哈哈哈，这狗！哎呀，这低智商生物啊，救不了你啊！有个低智能的，我想故意让他发现。拿手枪打吗？还是拿狙枪打？拿狙枪打了，因为狙枪后面用不太到了。怎么老是按到这个？这个回合的狗狗比较不会冲草，冲来草丛了，但它还是会冲过来。又按到哦 ，PS4 真的很容易按到这个，真的不好小，我已经按到好几次了。耶，打到了，刚好最后一发。死吗？哦，死了死了，你还没蠕动，我还以为你没死呢。Bad dog。啊。好了，经验值有多少呢？7000，哎呦，比那个贞子还少。还有什么东西漏掉了吗？应该都捡了。I'm sorry. It's not just about being unable to see. It's about feeling normal. It's all right. Let's focus on finding Kidman. 眼镜可以带给他自信吗？没了眼镜就觉得自己不是正常人了。旁边有剑哎，这是什么剑？哦，冷冻的吗 ？Jeez, Joseph, all that for a pair of glasses.
哦，弄了这么久，终于到教堂了。这路有够漫长。没看过冷冻剑效果，冷冻剑就顾名思义，把敌人给冰起来。